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废材幽灵，这一期给大家带来完全虚化版黑崎一护的人物技能演示。首先咱们来看一下普通的组合连击，接着看一下三角剑的攻击，是一个虚闪。这个虚闪我们是可以蓄力攻击的，而且可以边躲避敌人的攻击边蓄力。走你！接着咱们再赏他一个必杀技，一闪月牙，这个清理杂兵非常爽。恢复一下灵压，然后咱们冲到这个杀人龟的面前。杀人龟呢，看一下空中的必杀技，一个连斩的无心必杀技，再看一遍无心。现在咱们要把这个刀给舍弃掉，看一下咆哮这个必杀技啊。现在我们是持刀状态，我们要用普通的连段把刀给丢掉。没有放出来，好，现在是把刀给丢掉了啊。这个是咆哮，现在咱们不剪刀，可以一直放咆哮这个必杀技，这个是最爽的，这个听杂兵更爽，就是消耗的灵压比较多。然后再按一下方框键，咱们的刀就剪了回来。现在燃烧值早已经满了，我们看一下超杀，来吧，特大的虚闪，哟，还有几个活了下来啊。好了，咱们这一期的节目也到这边结束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